好，Hello， 大家又是我，我是 Zoe。我直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到目前为止投票的结果。如果还没有，还不知道今天发生什么事，可以扫一下这个 QR code 看一下今天我们的平方投票。好，然后，如果大家有扫你这个名牌后面的 QR code 投票的话呢，你的这里面的票数总计就是你们今天投的目前为止的结果。然后目前呢，我们今天总共发出了150个有效的投票连接，然后有58个备用，然后一人99分嘛，所以我们今天发出了14850点，有5121点被用了，就是在刚刚的这个图表上。然后现在第一名是 Disfactory， 就是违章建筑，第二名是 Cofax， 再来是透明 ESG 开放永续企业永续资料库，再来是立法院大小声 shout out， 然后接下来是两个 DCI 的专案。好，然后这边为了让大家有感呢，我们刚刚有说我们今天分配的总资金是40万嘛，然后我刚刚快速的用了目前得票数，然后换算一下刚刚的这个图表分配统计出来的结果呢，第一名的 Disfactory 可以拿到78000等值的新台币。好，然后最后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金额，就可以看到票数差距，206票跟94票，它会差就是大概就是一倍。好，所以呢，如果你现在手上的 QR code 还没有投呢，你还有机会可以转换这个结果，所以请大家赶快扫你名牌后面的 QR code， 然后支持你想要支持的专案，你的每一票都是钱，谢谢大家。